觉得还蛮可爱的。我觉得它长得很奇怪又很诡异。还不错啦，因为每个人观感不同吧。到一些照片，我们在光雕现场，如果那个成品做出来，也是用保利龙做的。它是会是。股价之后批评其实是过去我没有一次这么大量的被批评过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验的经验，但我宁可就是说很沉淀下来去看看到底他们在讲什么。你可以看到他跟他还有一个距离，就是说人可以看到他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地景艺术。那这个台它白天看起来像个葫芦，晚上看出来是个猴子，这就是在当代里面很重视的所谓多义性的解释。也就是说，单一的图像它会随着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人的解读而产生不同的意涵。